然后对方这样大摆线摆位的时候啊，你左手要格挡啊，右手啊压他这个肘关节这里啊。当别人这样抓着你的时候，你杀木啊，打肘啊，打肘，然后撤步啊，挂肘啊。全练一下这个动作啊，当对方会抓住衣领的时候啊，用右手去抓住他的手，左手合进来，然后上步远冲压。